我以前还会在床垫上再铺个褥子，就挺不利索的。后来就一直用这种加棉的床笠，前后买过好几个了。这种床笠清洗起来很方便，直接扔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。底部是有弹力绳的，整个包裹住床垫，不用担心床笠跑动，最后铺上床单就可以啦。